去站了。吃饭去了。这个我这个想法，我操，我觉得我无敌了。哎呀，这个需要很多钢筋啊。哦，天哪！这样其实可以慢慢的冲世界排名，这样再稍压一下。用绳子拉路起飞了再拍一下，那问题要转一圈啊，两个点，123名，全世界123嘛，123，123，我去，这个图世界排名真难冲，一般情况下的话不会那么难冲。给你们看全景啊，这就像俄罗斯方块一样掉下来，像俄罗斯方块一样掉下来，全景。搞定。